事报道 TWICE 迷你六级 Yes or Yes 林娜莲于定妍某某平井桃预告照公开，照片中林娜莲身穿肉色上衣，佩戴银色耳环，三人均手拿新专辑的标志卡片，于定妍手里拿着小蛋糕，扎着马尾显得魅惑诱人，而某某则在照片中显得清纯可爱。果然都是颜霸，果汁美貌瞩目，真是让人无法触摸到的颜值。网友热评道：果汁娜莲，小兔子娜莲，TWICE 冲呀，林娜莲冲呀，表白兔牙娜莲呐！11月5号 ，TWICE 回归大发 ，Yes or Yes？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